我非常高兴同王定辉国会主席同志见面。首先，请转达我对阮福仲总书记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我也欢迎你所带来的代表团的各位。去年年底，我访问越南，受到越南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。你受阮福仲总书记委托，亲自赴机场为我送行，体现了中越同志家兄弟的深厚情谊。这是你担任国会主席后首次访华，相信将进一步密切中国全国人大同越南国会的友好关系，并进一步丰富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内涵。